就里面钱我给他加一加，然后就对啊，继续吧，就只能这样赚了，赚烂了，赚烂了。这样等于我们加了钱，直接回溯，没有花钻石。对啊，我们没花钱，钱还变多了，好爽。对啊，好爽哦。好像蛮赚的。像我上周有冲爆一个东西又回来了。对啊。那我可以再冲一次。几家欢乐几家愁 啊。嗯，那我可以再冲一次。啊，对耶，你那时候在卖水位对不对？对啊。对啊，卖水位。哇，我又把那个水位赚回来了。对啊。我又可以再冲一次啊。开台喽。好。开。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改我要改标题，我还没改。改标题，几家欢乐几家愁，是只有一家愁是不是？一家愁。标题是11月20几，10月29，欢乐点七啊，22号，今天是22号，15号啦，15号结束。啊，从4号结束。不要，因为回收到15号啊！哦，是15号，15号的10点呢。校长要来说明一下为什么。哎呦，拍谁？等一下，来，我还没开台，出错了。QQ， 没事。安，很多东西还没用好。早安，早安，好久不见。大家安安，忘记开 BGM 了，来开给你们。嗨。BGM。欸，那小雨的幸运稿还在吗？啊，在吧，他这个在之前就冲了吧。我的稿子一直都在吧，在啊。很早之前就冲了。看一下，你看一下。在的。那他抹了吗？他抹了。哦，好，校长。上课啦！上课啦！今天呢，我们的那个地图档案哦，就是在刚刚开台之前的半小时，不知道为什么都删掉比较远的地图的档案，就删一删之后再打开伺服器，开也很顺利，但大家进不来，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地图档就暂时就先回到上上礼拜去了。上礼拜做白工，耶，连续两个礼拜。然后呢，今天呢，新更新东西啦，那个我们的装备合成系统出来了，哦，好，可以去试试看。大家有些比较装备可以拿去合成，可以拿来玩看看。嗯，好，好，那就期待就自由活动。好，好。我还在调东西。那我要先去买乐透了。我们的新闻社有要发布新的事情吗？对对对对对，在发表那个问卷的结果，大家可以，你可以不用先坐着啊，这我很尴尬。那我偏要坐着，我偏要坐着看你，坐着，我偏要坐着看你好了。新闻社自己跑到嘴里啊，我应该自己挖个洞，然后站在里面，然后我再来报告的。你就在你前面挖一个洞，害羞不用那么害羞。好，不然我们坐着，然后把头转过来。不然这样子好了，这样。哇塞，好，这样可以吧？这样可以吧？没有，我觉得这样。不给你压力，不要给你压力。哈哈哈！这是在干嘛？没事，反正我等一下就是看着稿子，我没有要看你们的。啊，这次的问卷调查，这边先跟大家道个歉啊，这次的题目写的。我觉得写的不够详细，所以就是大模棱两可那种啊。哦，就是对，所以中间大家在填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小小的误解跟误会。嗯，但是一小部分啊，还好，就是下次再改进，下次再改。哦，还要赔偿？好，那赔偿，我是要赔，我要走赔。他能赔什么啊？为了赔偿的事项呢，请大家自己去跟校长反映啊。哎，说到赔偿，我们要回溯有赔偿吗？你看，来了，赔偿了。好，来，我们这次的题目是谁的脑波最弱，最容易一不小心就被推入坑下手购物？另外一个是谁的脑波最强，最不会轻易下手买东西？嗯，然后我等一下会先公布脑波最强的，再公布脑波最弱的。感觉大家会比较好奇谁的手最不受控制按下结账的按钮。这倒是真的啦。可以。对。很像啊！那首先是校内投票的部分，脑波最强获得了3票，
最不会轻易出手的就是我们的大老板熊猫团团啊！熊猫团团，我觉得是最近哎、欸，最近比较安分守己一点。哦，我最近是没办法了。哈哈哈哈哈！以前是克难的。大家投给他的理由呢，就觉得说他是我们里面花钱最理智，购买前都会最认真思考。不太对吧？不对耶、欸！与时俱进啊！不太对，有黑签名的。应该都不能这样讲我占了三票，哎呀，对对对，三票，就是有三个人这样觉得，啊，其他有没有要爆料的，现在可以爆一爆啦。他某个游戏，我不知道为什么氪着氪着就氪了那个两三万块的时装出来了、欸，哦，没有啦。可是就是你知道，就是精打细算嘛，最后那个真的出来啦精打细算嘛。他出来了，对吧、啊？不亏不亏，我的东西是出来了。哎呦，好笑！好了，再来就是脑波最弱的。我们之中呢，就是校内投票，脑波最弱的也是获得三票，那个就是我们的小雨。有人说，就是小雨最近养的猫一定买一袋的东西啊。是其中一个理由，对对对。可是其实还好哎、欸，养猫就是一般的饲料，可是我觉得是必备品哎、欸。因为我至少我不会就是看到什么哇塞这个玩具好可爱哟、喔、什么之类的。买、欸，因为可是等一下，有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对可爱的东西无法控制，例如某个柴犬娃娃，某个柴犬娃娃，很清楚哎，柴犬娃娃，有这个柴犬娃娃很可爱、欸。轩是不是有来投票啊？哈哈哈哈我那天哎、欸、这个对我不公平哎、欸、这个问卷是在我讲完说我很冲动买了那个柴犬娃娃之后诞生的问卷。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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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你要不要先跟观众说明一下那个柴犬娃娃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呢？好，我要跟你讲这个反正就是反正我们之后有一个就是类似交换活动的那个就是交换礼物的活动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在买礼物，然后我就上去在挑礼物挑一挑，然后我就看哇塞这柴犬娃娃好可爱哦、喔，然后我就想说那既然我要凑运费那我就买好了，然后我就顺便买了那个柴犬娃娃，超可爱的，多买几只，像太可爱的免运费耶。那这个是不是是脑波弱还是脑波强，就给大家自己判断喽。啊，我很久才买一次东西啊，还好吧。好，那再来就是校外投票的部分哦。哎啊，校外投票呢，大家认为脑波最强、最坚定、最不会被推坑，甚至还可以反推坑的人，就是我们的繁星啊。这诺还强，等一下。脑波最强，最强，脑波最强，哎、欸，没有，最不容易被花钱的人，完了吧？对对对对对，欸我不知道啊，这个是大家觉得的、啊。啊，对对，繁星的理由如下：繁星感觉是专业型，不想要被推坑，或是不想要的绝对不会被推坑。然后有人还甚至可以隐约听到繁星开台的时候说：“不要，我不要，我就不要啊！”我就不要啊！出来了。没有、啊欸、然后还有人说繁星呢通常是推坑别人的存在是啊对，以上就是繁星的那个、啊、还有更多的话到时候你们再自己去看那个校外投票好、那繁星有什么话要说吗？校外的脑波最强，我有鬼，怎么有鬼？别打掉，别打掉，别怕别怕我可是我对可爱的也没抗拒呢，你们是不是投错人啦？没有没有，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你会对可爱没抗拒的时候刚好你不在开台哦，他们不知道私下偷买有没有？对，私下偷买没有开台讲对啊，先加入购物车对啊，我是觉得我脑波是最弱的啦啊，我是这样讲好没了没有没感想了。好，来再来，最后就是校外脑波最弱，三言两语轻易入坑，脑波最容易被影响的就是我们的酱油啊，酱油啊，我也觉得应该是酱油，也是差不多吧。哎、欸，我觉得我脑波超强哎、欸。哎、欸，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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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是这样讲，你要不要
踢一下。来来来，大家候选的理由呢，就是全部里面的大概有将近四分之一，通常都写到的是，只要有只要是食物的坑，就会自己跳下去啊。哦，好吧，自己跳下去，好吧。几乎都是这种，就是在食物的坑，好不好？填好填满。哦，这个好像很好吃，真的吗？那我回去买看看。你看，你看，你就买了，马上就跳了。哦，好吧，这个要看呢、欸，因为我觉得题目没有讲太清楚，因为自己跑去买的不太算，要别人推坑的比较算。啊，这个部分呢，就是到时候下次问卷设计的时候，我再写详细补偿。补偿给那个啦，多少补偿？行啊，来来，我们先不要脑波最弱的部分啊，理由还有啊。还有说感觉酱油最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啊，说什么都会相信。然后也有人说呢，相信酱油绝对不是因为脑波弱，肯定是因为真的想买，毕竟东西划算又好买，买到赚到，当然应该要买啊，直接用话术去说服。要修有点大理、哦，小张达人呢、啊？哎，要修他那个理由有点道理耶，怎么办？我被说服了，已经被说服了。好了，以上就是校外脑波最弱的部分了、啊。好，好，我脑波超强的，对游戏啦。嗯，就除了吃以外，夏特都是买了不少游戏回来。夏特还是秋特？秋特，秋特，还是秋特？哦，这次秋特好都很便宜的哎。真是打我！我这次修特我都还没买、欸，我也都还没买，四分哎、欸、五分之四全都在特价哎、欸。对啊，可是哇，那不是听说东特比较好吗？就圣诞节特卖是最便宜的。对啊，对啊，这是历届吗？历届规？对对对对，因为圣诞节是大节日，所以一定会特别便宜。哦，是的，嗯，对的，所以还在还好还没买啊。我是因为很多款我在看的都还没出。哦，你要慢慢等就对了。对啊，我想到都还没出，干嘛买个屁哦！你还派呢？我出的游戏买来都还不一定会玩了，没出的游戏买，等他出的那一天我都忘记了。Q 了 Q 了。对呀、啊。啊啊！导游。是不是买了三款而已？你怎么抢人家的？可恶！我好像几号？几号？我抢了几号？又抢了什么了？没事没事，我看看还有谁的可以抢。什么？我的被抢了？那我就去抢别人的、啊。是啊，我去抢别人的。我最近有发生很有趣的事。我昨天有买那个必胜客，就必胜客他最近出了，你说牛排那个？对对对对对对对，什么牛排？牛排？他说牛排新的披萨还是怎样？新的新的披萨，新的披萨。那我赶快。中间是薯泥吧，我没记错的话。对对对，它是什么威士忌牛排干贝披萨，听起来就好吃啊，对不对？对啊，是好像还不错。对对对，然后我在挑饼皮的时候，它就是它要加钱，呵呵，不然只能挑一般饼皮。嗯，通常不都是这样吗？是啦是啦是啦。是啦一般饼皮是免费的而已啊。对啊，我好像加起来就是900-970嘞。哇，我那时候还是自信的，没有。对对对，不过你知道最有趣的事就是，我是叫外送，然后送来家。很有趣的时候就是我那时候披萨是叫940吧，940。然后我就拿1000块给那个店员，然后他你知道正常来说他要给我60块，对不对？对啊，你猜他拿出了什么？600块，600，他拿600，我看着他看着我，他说他一眼说怎么了吗？我说不对，应该是铜板吧。怎么了吗？对耶，对，就是940哎，对，然后他再收回去拿60出来，他累的，好强哦，输到晕头。哇，如果遇到那个比较坏的那个客人，他直接拿走，那店员亏死。对呀，那店员赔超多哎，自己赔。那个就等于今天的工资就都没了哎、欸，对啊，说不定还要倒贴。对啊，我想说，不太对，好像怪怪的你。对啊，你拿这张好像有点大张哦、喔，还分两张，你确定一下？你确定一下？你再想想，你再想想、啊，你再想想，你这张对吗？其实他要请你吃披萨啦。我还现赚10倍哎、欸！我跟你讲，你拿完那10倍就说，哎、欸，你刚找错钱了。
然后说你刚少找我钱，哦哦，再给你，再给你。哦，先收起来，再拿60。对。然后人家跟你说，哎、欸，你买那个披萨多少？哦，我赚600。哈哈哈哈哈。什么意思？啊？你在说什么？你说什么？哦，那个披萨我赚600啊。捡披萨赚钱？太炫了吧！我也要点。现点现赚。短嘞，短嘞。这个店员是男生女生啊？男生。哦，你想干嘛？感觉是感觉是刚看到帅哥啊，就昏了，有没有？哇！我那时候穿，我那时候穿的超居家，好不好？女服装。那个男生穿居家也这么帅哦。哦。想太多。我说不定他喜欢居家的男生啊！哦，我这辈子最喜欢居家的男生了。搞不好就是说就是那个什么最居家最没打扮的时候都这样了，有没有？还得了，帅爆！你的基础值很高，他很喜欢。啊，没有，没有。他是拿鉴定的鉴定过了。他打过第一周目了，他可以看 IV 了。哎，那个合成过的装备可以再合成吗？可以啊，哦，可以一直合啊。哦哟，哦，这样子是有机会叠个五攻击出来。对，就是稍微讲一下好了，它就是两个装备嘛，你放两个。那这两个装备呢，一定要是同样是剑，或同样是铲，或者是同样是衣服，嗯、不能什么鞋子跟衣服去合，不能这样。嗯，然后呢，再来它的材质不一定要相同，你可能可以拿钻石的跟玉髓的去合是可以的。好，嗯，对，那它继承的基底呢，就是它是什么的材质的基底，是看左边那个，它会继承 A， 对，好，它是 A 跟 B 嘛，它继承 A 的位置那个的基底。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玉髓跟钻石去合的话，那最好玉髓放左边，钻石放右边。好，对，再来就是里面的属性的话，附魔每一条附魔就。都会个别去算，就是可能会 A 或可能是 B 进来的。嗯，简单的是 A B 随便挑一个这样。对，假设你是左边是风力一，右边风力二，那就是一或二，所以就是一或有一或二，不会是什么都没有，或者是三，就是一定是哦哦。团，没事，你继续，你继续。团，团，我们被吓到，我们被吓到。团团哈，思考要不要停下来先笑一下。团团是这样的、啊，有然后有些装备不是有那个像剑会有什么发射箭矢还是什么几率吸血嘛那种的，嗯，它也是左右两个其中一个继承。哦，就假设你可能左边没有、哦，那就是没有。如果你继承到右边去的话，右边是什么，它就是算什么。哦。所以你可能可以就是啊，你右边我们钻石剑不是通常什么有一些特殊的发射箭矢或吸血的，但左边是玉髓剑、你可以可能可以有几率合出就是玉髓剑，但是有特殊技能，有特殊的高度上去，1/2就是有或没有的。那魔化的也行吗？魔化哦，看到了，有魔化无法，可我看到了，看到了，没有，我帮小雨问的，谢谢，万一他那个。那个僵尸经验，那个苦力发经验没有怎么办？跟着过去会哭了。僵尸了怎么办？然后潜能属性的话，就是像我刚刚拿的是三条，就假设你左边这条有三个潜能，右边也是三个潜能，加起来是六。嗯，那六是六个除以一半，就是剩三个，它就等于说是六取三。哦，会从这六个里面去挑三个出来。那如果有小数点呢？就是二分之一，它如果有都是奇数的话，就减一。哦、加起来是七条的话，加起来是七条，左边四条，右边三条，加起来共七条嘛。那你七条除以二，无条件舍去啦。对，那就还是只有三条，亏。嗯，对。我看着听不懂了，等下直接合看看。合了，你合看看。你给你合最快，你给钱帮你合。我突然想到一个东西，你们如果有冲装过的，先不要合，因为冲出来的是没有冲过的。什么意思？哦，就是加急的吗？哦，加急的那种的先不要。哦，那我觉得充满的可以合吧。可以，但出来就是零，就是可以充十次。就是在好。哦。变成干净的剑，哎、欸，就可以重充哎、欸。哦。没错、欸。对，是可以，目前是可以的。下礼拜不知道。看一下是不是要修掉的东西。对。然后呢？下礼拜没意外，应该会是在1.18了。
因为明天晚上到后天可能就会更新一点吧啦、嗯。要看他的指令更新庞不庞大，如果不庞大，应该就直接上去、嗯。如果要更新很多东西，那可能就是再看看。嗯，关好，对，讨厌你，不知道会不会打、欸、好好奇哦。因为这一次他也是算是洞穴，就是把洞穴的一些东西移进来，不是吗？嗯、原本应该要出来的，然后他把它移到 1.18。对啊，对，就是那个是那个吗？玉族哦，对，那个魔人。我想问他，他说会地底会有像那个什么铁巨人那种是1.18的、哦，好像改1.9了吧？那是1.18，忘了。反正就玉族是1.8吧，1.9了吧？1.9吗？对，他好像改成那个，改成另外一个地牢模式的。哦哦，对哦对，这个倒是之前好像有聊到说，他要把他再拉掉，不会在一般的地方出现。对，對那个时候有聊过。哦，18改什么、啊？我自己不知道。18就单纯洞窟啊，就大地洞啊。对啊。我觉得现在的地洞其实已经够大了、欸，老师。没有，那个会有那些花花草草的地洞。对，花草，然后会有就是那种断崖的。你会看到荧光没了。大的洞。那这样子就更难挖矿啦、嗯。对啊。对啊。已经够难挖了。难挖。啊，现在没有打算让我挖矿的意思啦哈。对。现在是不打算让我们挖了，哎呦。对啊。那这样以后真的是钓鱼没塔了，哎呦呀。没有错的。然后这个时候校长再狠一点，就把钓鱼 nerf， 砍到太狠了，你太狠了吧？对啊，对，遗迹现在会直接显示的，好大哦！哎，好像是在我这边，是不是啊？对，哎，对，在我这，真的是不让你挖矿了啦！你怎么想？去打，真的是去让挖矿，去打啦，真的，打打啦，去打啦！抽过的两把拿去合出来，卷轴强化次数是零，对。就是重置掉啊、嗯？我看一下啊，你是说是你是次数还是他记得重置掉是会变成十吧？哦，重置掉应该是还是他那个两个是随机抓一个啊？我觉得他是两个随机抓一个哎、欸，他是继承左边哦，继承左边 OK 哦，所以要看就是左边的是要你要继承过去的。嗯所以你左边的次数要是满的，它才会继承。对，左边如果是满的就可以。对，嗯、好的哟。你刚刚是说卷轴强化次数的那个吗？嗯、对啊的。哦。这样，我你看我不确定会出什么状况啊，因为又是那部分。先行版。反正我这个是没有要用的剑，就拿去复刻。今天就是各种事。对。因为今天他记在播之前，他就说：“哇，我今天前面在试的时候都没有 bug， 我好意外哦。”对，你知道我写这个的时候想说，我就想我知道我知道怎么写，那我都已经先想好了，就开始打完，然后就一次就直接给他按 enter， 然后直接去跑，直接去试试看，结果我就直接过了，他也没有任何错误，文法也没错。我想说不对吧？为什么一下就过了？为什么好像没任何错误？怪怪的，怎么没有错误？但要有错误啊！我才能修正，文法都对的，然后又是里面要效果也是我要的，哪里怪怪的？你不觉得这样真的很恐怖吗？雪城是因为没有问题而感到焦虑，而觉得有问题。嗯，就感觉反过来了，超恐怖。我之前盖圣怪塔也是啊，就是建材那些是刚刚好完美，多了。哇，你很害怕哎、欸。哦，没事，我合出了4攻击的剑。哇，你好狠哦！好狠啊！你问今天会回溯吗？我等一下结束，我先存档好不好？直接存。好，先存。欸、我遇到一个问题啊、嗯，我现在走路只能倒退路，我没办法前进了。你那个输入法吗？你重灌。我没有。重灌吗？你买台新电脑。没有啊，你换输入，你切输入法或重开游戏。好酷哦，这是可以打他，他不会打我哎。他只能后退到我旁边的前台，转过来打我哎。他想要打你的时候，他会我跑掉。我想要打他，我要倒退路。好好玩啊！我的 W 没反应。
你重开游戏吧。我打野。不能打他了。附魔也是两边水晶。你拿东西堵他，盖过他。不要堵啦，这样我整到。用黑曜石，不是用黑曜石包个很实心的东西，你就直接啪啪啪。要敲一辈子啊！度过今晚。说到这个，我最近又遇到一件可能不是太有趣的事情，但我觉得还蛮好笑的。就是我前天去打疫苗，嗯，然后打疫苗的时候，他一般来说医生哦，干完是只能倒退路，哈，就是医生倒退路，医生只能倒退路。医生不是会给你那个就是讲解吗？像是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然后那时候医生就问我说：“那个你，因为你目前有打算备孕或是有要怀孕的打算吗？”我说没有欸。医生就跟我说：“也是啦。”也是啦。哦，你这也是什么？医生偏过分。也是啦，我看你是啊、我看他好像没有意识到自己说什么，继续说哦，那接着就是要注意是什么？我想说不是医生，你要不要解释一下？你刚刚那个也是啦。我劝你是好好讲话哦。那我劝你不好好讲话、啊，什么也是啦？给我好好说话。真是傻眼，我觉得就是这个。我觉得蛮不是很愉快，但还蛮好笑。哦 ，nice， 三条攻击帽子。哦，哇，很挡哦。哇，那这样那个真人石很缺、欸。对啊。哎、欸，哭啊！因为你最好就是把它弄满五条，两个都弄满五条去让它抽，不然很亏、啊。我也打到那个老棒生猪了。哦，我可以打看看啊！不要、啊，为什么？你们打了都不打的？是，它会飞起来哎、欸！拿来做宝，你才四格高啊，还是挥得到啊？还是挥得到，它里面也是四格高，它不会飞到很高。哦、啊，里面没有到很那个啊。气块没？气块没？因为没有人打过，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有人测试。看到绿绿的猪人，但打他就要死了。嗯，顺便说一下，今天重置15块哦。对啊，重置15块，好像可以买。啊，买了啦。买这个，买这个。先买再讲啊，虽然不一定会用到，但是买了未来终究会用到。那你快买有啊，上次的五倍券就全部买充电石头了。哇，哪一不充光光？哦哦哦！你可以走路了吗？哦，我那个直的落进岩浆，快要人要没了。那怎么是这样的叫声？你以前不是这样叫的啊？旁边怎么叫？要更犀利一点，要更犀利一点，你太冷静了，你太冷静了。可以示范一下我如何蜥蜴吗？不知道我以前怎么蜥蜴。会打断人家说话的那种蜥蜴呢？你是说叫完哦？对不起，你们继续。歪了歪了，听起来就是歪掉的声音。可恶，怎么会是可恶？打六取三真的很亏啊，把它冲到满了。真的加满五条了，嗯，好，真能吃，红线不变之时，哎，真的，错了，听起来就是烂掉了，这组歪了，那应该是烂掉了，听起来是六 V 的声音，歪掉的声音，六 V 啊，六 V 啊，六 V 色尾，可惜是公的。金簇就是长大到完成体的金簇，它怎么变成你说的那个东西啊？啊，什么东西？你是说金直接挖下来吗？你挖掉啊？对啊，我直接挖下来啊，是直接一整颗，是因为我有那个吗？我看，等一下，你等一下，你先别动。哎、欸，
你挖起来直接整颗的。啊, 啊，你不要拿丝绸，你不拿丝绸。哦，所以这不能拿丝绸说哦，好好。是的，是的，是的。啊，你怎么挖完之后才跟我们讲这件事情？啊，没有，因为我想说，我觉得想不想要偷偷摸啊，就奇怪，怎么好像都是金挖起来，怎么感觉不太对？失败了，不太对，不太对。只好失败再来求助一下。可是这个洞，这洞也很失败、啊，它只有一半啊。对，它超奇怪的、欸，哎，这个超失败的、啊。那个锅巴料理就是没有弄好的，有没有？对啊。彗星炒饭来的只剩一半。哎、欸，对、啊，哎、欸，彗星炒饭它丢下来竟然没有散呢、欸。哎、欸，但很厉害、欸。飞的过程中就没有闪，我在想他是不是黄金加的强一半，怎么都一半？那我比较好奇他怎么丢那么准啊？对啊，丢过是不是？很有经验的、欸。还盘子三还没闪开，超强。对啊，那旁边那么多东西可多。不是那个盘子没有碎掉也很奇怪，盘子到底多强？太匪夷所思了，太多你可以吐槽了。然后刚建豪不是聊到那个，就是他打第二剂，哎、欸，打疫苗的时候，那医生的回话嘛。嗯。然后我在想，可能会不会是因为他们实在是接太多了，然后呢就讲话都不注意，都是欧北恭维啊。没有，他们搞不好已经从白天弄到稍微晚。他们因为有一个那个。没有，因为这边有一个观众他讲的那个，我也觉得这个应该不正常，医生不会这样讲吧？这样讲太过分了。他应该就是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要问啊，没有没有，他是问他是说什么，就是啊你第一季就问他的时候说你啊你第一季怎么这么倒打，然后他就说一个工作，然后他就问说那你第一季有副作用吗？然后那个对他那个什么观众回答说有，然后他就说哦因为你太胖了要减肥。哈哈哈哈哈，你这样也太过分了，没有没有重点没有重点，哎、欸、可是对就是虽然说就是你知道现在大部分都说平权，可是。你知道 对方是女生哎、欸，你懂意思吗？你大概懂意思吗？对啊，我就觉得哇天哪、啊，算是有部分哎，这不管谁讲，对啊，其实不管是谁都一样啊，对啊，但是你知道就有哦，我的天哪、啊，他这个比我那个也是吧，还过分，对呀、啊，真的。接到头昏的嘛，太多人了，然后有时候根本没注意到在讲什么，只在心 OS 干是要打完了没啊？我想要回家了，我想要下班。他怎么还有下一个？他怎么还有下一个？这里还有几个啊？我想回家、哦。到底什么时候结束？我觉得很扯。可是像我遇到的，我就觉得他虽然有很多人，就是他已经弄忙一整天很累，但是他的态度也是超好，所以我真的觉得也其实也是要看人啊。对吧，我遇到那个就真的很赞，就很亲切，她是亲切的阿姨。你说人家是阿姨？叫姐姐。叫姐姐。确定人家开心吗？对啊。过分呢、欸。姐姐啊，姐姐啦，姐姐在看台。妹妹，小妹妹，小妹妹。如果姐在看台怎么办？哇、欸！那他都打的时候，我就是那天帮你接种的啦，我是姐姐啦。好啦好啦，姐姐，我十一取五哎，我哪来十一条？我好厉害啊！哪来十一条？那不是只有五加五吗？哦，你用 bug， 所以他有哦，你用 bug 刷旧款装备吧？旧款装备有一个隐藏的哦。哦，好，我来穿看会不会很厉害？那我这个做不出来，换这个金条。哎、欸，对，旧款的会有七条的哎、欸。对啊。有啊，我有七条的鞘刺。你又冲了吗？没有，我还没冲啊，冲了啦，冲了啦，怎么不冲？冲一下嘛，冲了啦，好啦，冲啦，我没冲，先冲啊，冲啊！哎、欸，你要想，可能有些你上星期到，有时候下星期没有，所以你是赚到，相当于你冲这件装不用钱。对你冲完之后，发现上礼拜更好了。脑波最弱的人这样对我讲，我好像没什么说服力啦。好冷呛哦！对啊，你这样不行哎、欸。哥哥很呛哦。弟弟很呛哦。弟弟。弟弟呛呛的哦。请呛，请呛。好哇、哦，我都金钟可以玩哦。哎、欸，啊，我没有金钟。我来看这两件，啊、一下。哎、欸，这样我到底四条还是六条？刚刚是他写十一取五，是理论上是五条，前面是五条啊。
啊，怎么五条又变成五条悟吗？五条悟，五条悟，五条悟。这个你把它给我，拿去那个上面。你帮我，好，帮我。啊啊！看不出来呢。这装备太老了吗？这装备好像有点老呢。老到出油，老到出油。太老了。条潜能对吧、啊？它只有四条潜能在里面啊，为什么会刚刚？那我也要拿我的装去看看。看，只能看哦。小雨只能看哦。要我试看看。哇！我穿到一件绑定诅咒裤子。他旁边不是有那个吗？哎、欸，你拿旧的拿去现在的工作台，潜出来的东西不一样。对啊。我刚刚也是潜到怪怪的东西。那我不能玩了，他把我潜掉了。哦、oh.。你被谴责了吗？太难过了。我拿旧的五条想要去偷玩，哎、有一个六条的，我想去偷玩。然后还是就只是一条隐藏掉啊？没有没有，我剩下三条哎，一个是三条，一个是两条。因为有些是隐藏的哦，隐藏的只是对对对，你知道我的帽子好像它潜在是七条，它潜在七条，可是显示五条而已。所以他有可能会混到几个隐藏，就是根本就是没用的格子。我看一下，我可以让你们直接看里面到底有没有隐藏的啦。哦，这是谁的库库啊？谁的库库？好像是我的吗？我不知道哎、欸，他记这条我的吗？装备合成里面的。你的。所以他好，我先看他有没有隐藏属性。有没有味道啊？啊？怎么有没有味道？啊，没有，没事。等下，你刚刚是不是你想要解释？好烂，好操！五取二，拔裤子在哪里啊？上面不是吗？最右边，最右边，最右边。哦，看一下，拔裤子。要。终于要十等了，你有夜市了，太棒了，我有夜市了，可以逛夜市了。OK， 旧的装都拿去用一下，搞不好可以潜出一些奇怪的东西。好，你们可以现在直接装备放到那个潜能鉴定台，然后直接放上去，它就出现那个。会出现一堆文字，出现一堆文字。你说最左边是不是？就是你点下去点确认。你看六条啊，六条改三，三个潜能，然后六个是就是里面有包含一个原本的装备的防御值。哦、oh. ，正常来说御水就是会有里面一个防御值跟一个击退，还有一个是强度。所以里面也有三个修改，三个潜能，所以加起来是六，没错。但它是钻石的、欸，那你那就不太对，那就不太对，古董，古董，那是钻石的、欸，古董，古董。等一下哦，你们可以无条件零一二三啊，看一下，没错没错，还有一个那个卷轴的充装的那个，正常是三啦、啊加三啦、啊、没错啦，啊，御水加四啦。嗯跳一跳，我想说你讲完讲得很开心，可是他是钻石的，怪怪的，怪的怪怪的，啊，那我看一下我这条奇怪的裤子好了，哎、欸，我的卷，我的光碟，哇，我的光碟不见了，哇，又是一个上面没写名字。没有，但那个直接掉到我身上哎，应该是我跟他这个注定光碟吧？命中注定光碟，他就是要在我身边的。不要，我连动都没动哎，他自己掉进我的包包里。算了，坏掉了，又坏掉了。那突然你要卡那个啦，借符盒的那个啦。啊，等一下啊，我不能充新装备吗？等一下啦。嗯，好啦。我很勉强哎、欸，他想到上一次那个二次回响的还没改，没有，因为我想不到怎么改。哦，哭了，
我只是想拿来玩啊，怎么把那么神呐、啊？你知道我刚刚听到你说我还没想到怎么改，然后我不知道怎么下一次我就把我十个钻石魔矿丢到岩浆里。你那个好厉害耶！你是不是有一把想要用，但是一直没有改，所以很气？我没有，我没有啊！哦哟，其实也在等他改好啦，不要生气啊！五矿啊！哎呦，然后我全部去把什么石头存到岩浆里面。所以你刚刚直接跳进岩浆里面？对，没有啦。他听到，他听到尖叫声传过去，又马上传回来。哎，哥哥你很勇哎、欸！现在要挖到十个钻石五矿很痛苦哎、欸，很要很久哎、欸。请问你刚刚在想什么？怎么就放？我刚就在放空丢东西啊？为什么没有改？怎么没有改？而且二次回响明明就我没有，我在那边啊。那二次回响有打算要改，那很废的发射箭矢嘞。我要怎么改啊？我要去想一下怎么改。你们有什么 idea 说要怎么改比较好？怎么改啊？怎么改啊？发射箭矢，它太废嘛？这是要改伤害变高是怎么样高还是怎样？他有办法加他的速度吗？就是箭矢飞出去的速度，因为他飞出去真的有够慢的，子弹飞一回。对啊，那我现在就可以改了，还是要跟，还是可以我锁定你的，锁定怪物，锁定飞人，锁定非人类的，对吧？你说类的，自动算不错了，会那个，坦坦意思应该是说你看的视角，然后他瞄哪里这样子吧。对啊，直接秒这样，我把它当枪弹在玩，是不是？对啊，不错啊啊！现在那个箭矢速度十倍，会不会太快啊？我不知道，等一下试试看。等一下可以回看看。我拿一把试试看。紫水晶牙会长多久才会长大？很久，你不要下面等了，很久。好吧。可是你不下面等的话，它也不会生。那你选一个。那我去找下一个。好两难啊，反正我两次直播都找到一次，再找。哇，等也不是，等也不是，很快，很快吗？很像直接射出去那种，就是拉满射出去。那好像很有差喽。好了，他不会被嫌弃了。装备都全了。他不是有特效剑之齿。特效剑之齿。特效剑之齿。他好像蛮爽的耶。我要哦、好爽哦！我要玩看看，我要玩看看。我记得我刚刚合了一把，你来考看看。哎、欸，我可以问一下，基底是指他的附魔吗？啊，都有。基底的话是指说他的，你是钻石装，他就钻石装；你是玉髓，就是玉髓。哦、oh. ，你有没有兴趣玩？流亡暗道。玩一次就懂了。不要了，那个对对。就是，酱油不适合，对。这个游戏不适合你。那他为什么不适合呢？他为什么不适合这个游戏？我不想变那个医生，不行。我看也是啦。也是啦。也是啦，我应该是玩不起来啦。这游戏偏难，酱油应该不适合。嗯。那我们不然来玩啊？要不要？要不然你要不要玩？对吧、嗯？我看也是啦，也是啦。不是哎、欸，你们想说到底是，万一他到时候玩教他跟教长辈用手机怎么办？哇，那你应该是最过分的那一个哎、欸。我道歉。你们说什么？哎、欸，你们不要这样说酱油啦，说明他想玩，要不要来玩啊？对了，到时候教你可能像教长辈一样，我要努力一下哦。对，我想问一下，那个弓箭的伤害是多少？那个是不是加速度出去伤害不一样啊？好像对、欸，他好，你知道我刚刚是有差哎、欸，我刚刚好像打出去很像狙击枪，你知道吗？直接灌到后面去嘞，打前面灌到后面去嘞，好狠哦、喔！这一下是不是变得有点也强了、啊？他是要变 meta 了，他变新 meta 了是不是。你知道我前面打一只苦力怕，后面两只蜘蛛死掉。
哈哈哈哈哈！好猛哦！我好扯哦！他很穿透呢。哎，好像他这样子 meta 起来，大家开始会用他喽。还可以，那可以，那留着。变得很猛喽。我是怕他，因为他是速度会影响他的伤害。我把他调十倍速，那会不会伤害变十倍？对，会啊。因为弓箭的伤，箭矢伤害就是决定他的射速啊。那有人要来尝试一下箭后面的箭伤害多少吗？我来了，等下跟大家。等下，那我还要一个人，我还要一只怪物或什么之类的。我们找一只怪物。怪那个哈基亚，对，你说来了，那个晶石弄开会变成碎片，可是它不还是不能用、啊，不能用，不行用啊，对啊。你我刚挖开了，你看它是原版的。给你看一下。为什么这样子呢？不知道呢。我去钓鱼喽。站个直线，站个直线，直线就好，他的后面。你看看，没射到，我要站侧一点，我要站侧一点。啊，你有多少？我跟你全部给你来换吧。好，我刚刚丢给你一个嘛，对不对？对，两颗。我还五十一个。五十。你很贪心哎、欸。你很赚哎、欸啊，不是两个金，你挖了那么多才跟我们说、喔，不是他只有两个金簇，别这样，两个金簇挖就挖那么多，哎、欸，两颗有五十一个，五十二个啊，差不多啊，幸运哦，幸运拿幸运石啊，差不多，对啊，对啊，我刚吓到，我看一下，太无情，云月的装备还打2.5哦，太无情了，太无情，好像还蛮高的呢。难怪一般的怪只要被射一下就死了。嗯，还不错，还不错，我觉得这把可以了。这样子强化，我肯用了。他不是废物了。他不是小废废啊。他说求二次回响强化。欸、他会合到完全没有的、哦。为什么完全没有？不是、啊、你一共才三条而已，合出一条而已啊。哦。四舍五入，然后就是全部都没有这样。四舍五入，也没有到全部没有了，你可能遇到 bug 了。因为我刚刚好像十一、欸，你的为什么上面是空的？等一下哦。哎、欸，对啊，那也拢空哎、欸。那也拢空哎、欸。那也拢空哎、欸。你骂谁？你骂谁空哎、欸？好、哦哦，你说谁？误会，你说谁空？哎、欸，为什么？哎、欸。恭喜你遇到 bug 耶，这件装备废了。哇！那我们系统好像有点危险哦。冰封。那杰克，对喽。杰克，你要不跟我来打接符合？好啊。快点，现在正中午。对。这波晚上不会影响啊。不是，视野比较好。那我要穿幸运装吗？还是不用？亮晶晶。我是穿幸运装啦。我想去看。我戴一下。好棒。啊，那我等一下看你们打戒符，我再考虑我要不要打戒符。没事啊，来啊。我在干嘛？我只有一张戒符盒嘛。他想要留着。我有一张啊。他先搜查情报。我先看一下嘛，调查一下。太难打的话就算了，就先继续增加。那就不用加其他光碟了吧？还是有吧，他是把里面其他，反正他不会动啊，不是吗？他不会动啊，他会打，他会攻击吧？这样说好像，他会跑吧，他不会跑。但是光碟不能放任何其他光碟，而只是一个。哦、对啊，我记得，对啊，我记得不行啊，好，走吧，一二三，好吧。你按，我按吗？对，哦，玩出日本，诶、欸，他应该是不会跑出来吧？跑出来会怎么办？不会啊，他不是密闭空间不会吗？可是他可以传到上面去，他可以顺，他顺出来吧？啊，顺出去，他顺出去不就死了吗？我记得。我操！真的好面哎！不是，他是不是出来了？他跑出去了，顺出来又回去了，跑出来又回去了。哦，哎，他把我打飞了啦！小雨在上面看飞起来了，我在上面看飞起来了。可以帮我打！等等等等等，我要飞起来了！我来了，我要帮你们打，不是？
哦哦哦哦哦！我被控成智障了。哎呦！哦，在上面不好打呢，上面打很有技术呢。对，反正你打到吧，打不到啊。一百二十秒。主办单位，主办单位太多了。哎、欸，这打不到。哎、欸，有，我打死。哎呦！笑。哎、欸，不要太近了，我们在上面打，不要太近，会打到自己人的。时间太短了吧？哦，好多。还有十秒。上面有几个位置好像会固定顺到那个位置。主办单位。主办单位快了！主办单位上面飞起来了，太快了！我飞起来了。他一秒就浮现啦，主办单位。哇，那这个。小雨观望是不是对的、啊？不是啊，哈基就说想试试看啊。啊，小雨上次也没有试的啊。我砍到你了。那这个，怎么单位时间多一点啊？啊，不管，你可以帮我们加时间吗？这样子。不是，他是上次说那个时间我已经打完了。看啊，他这三十秒，你要三十秒，你要三十秒可以想。人吗？你没有打死过？我打到了。哦、有打死，可是就很难打，因为你一直被那个子弹控制，太多子弹了。哇啊！飞好高，飞好高！但这个你们要买，要拿箭矢去射比较好射啊！你那个嘞，砰砰砰那一把嘞，我是有带着，可是我挥不到东西啊。都给你们五分钟好不好？好，感谢主办单位。我要狙击枪了，我要瞄他，瞄他，你瞄。那他们如果有跑上来，我帮你们打地鼠。舔我，透明，别舔我啊！透明舔，舔爆，舔爆！我到底有没有射到后面去啊？我很好奇。这子弹太夸张了啦！欸、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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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飞起来几次？救命啊！我砍到了一下，哎、欸，上面掉剑符盒了。你有带弓吗，繁星？我有，但没有什么剑士了。哇！刚刚卖掉了。卖掉了，刚扔掉了，去哪卖？看来是要攻攻，感觉要用剑士打才行。哎、欸，我又飞起来了。我又砍到了一下，欸、我砍到掉了两张卷了、欸。不是，那是 boss 一开始死掉喷的，对，哦，所以直接喷，非得要全部打完才能捡，对，但他五分钟等下不 OK 呢，哎、欸，五分钟，对，刚加速加分钟，对啊，你们要加时间，你们要先拿，你们不是打不到，拿不到，下不去，下不去，我难得下来一下下，可是我飞上去了，哎、欸，怎么了，熊猫？等一下。啊、我这里有熊猫，等一下，为什么？为什么熊猫睡下去啊？为什么有熊猫？我等一下，我因为我拿吸引剑，我拿吸引剑。哎呀，他都在吸引剑了，无助，进去了。好，我现在我手上没带。我有，吸引剑是没塔，等一下可以打这个。是只害怕的小熊猫，明明在上面关了很久了，现在突然掉下去。我想说，怎么盒子里面挖到熊猫？有了，我们突围了，快了！你刚刚捡中间的卷，你赶快去捡中间的卷，它不见。熊猫，你见过、啊、熊猫？那边很危险啊！到处拉拉扯。我飞了啊！我飞了啊！我们这边做的对不对？没事，有人要结束了，快打完了，终于要打完，好结束了，还在外面呢、欸。哎、欸，对啊，有一只在外面呢、欸。对耶。他在外面没事，他没有被拉进去。哎、欸，两只在外面，两只。雨月，你背后那边还有一个。我没有，还有是不是？对，你看这边，这边。云这边有一个。哦。哎、欸，外面的只在发绿光了。那我把它吸回来哦，熊猫借我打一下。哦，我把它打死了。打死了，它掉球了。外面还有一个。哎、欸，打这个可以带吸引啊，我光吸一下，它要跑出去了。他挤在一起啊，他全部剑佛挤在一起，然后就散出去，挤在一起又散出去。哦，还有刚好冲这一把，他掉的球球不见了。对，现在这个之后打了300秒，应该够了。好，够。熊猫怎么办？熊猫，你再吸上去。他在下面，吸上去哦。哎，还有吗？没了吧？有啊，旁边这边一只，这边一只，对，云城那边还有一只，边，哥哥旁边。他是不是刚好在那个缝里啊？我没有看错。对，没，我把他打掉。谁在切洋葱？
熊猫上来，上来。繁星刚有拿到什么券吗？啊 ，TP 错人的，抱歉。你怎么踢我？有熊猫，强绿强绿，来来来来来，熊猫。小雨石头在这里，石头在这里，在哪在哪？在这里，在我这里。你在哪里啊？小雨钓鱼池旁，小雨可以打，小雨可以打。啊，继续，要去打。哎呦，来了。好，我等一下来打。对，他叫尖叫熊猫。对啊。啊，就出去喽。其实这个就是收集那个啦，收集那个借佛盒用的啦。有有很多，有吗？可以做一下哦。有，然后13个，我15个。啊，二次回响现在很强，是不是？没有，二次回响没改啊。哦，二次回响是什么？是发射箭矢，发射箭矢，发射箭矢。发射箭矢现在算 meta。哎，小雨，你可以让我开一刀啊！哎、欸、嘿，不对嘞，你消费车队怎么出一个塔？塔？你是说艾恩格朗特吗？看看看看，哪里啊？十十五，他好像哪里？艾恩格朗特在哪里？哪里？哇！消费车，哇，你抓的很好哎、欸！他刚好抓在要登上去坐你消费车的地方哎、欸！我要看消费车很嗨哎、欸！哎、欸，好嗨啊！哦、啊、哦、啊啊啊啊啊啊啊、飞车飞车飞车哦！没吸到哦！那是要排队要进去的地方哎、欸，你把它弄不见了。注意，底下还有钻石哎、欸！底下的钻石没回收啊！哈哈哈！没收的钻石没回收，回收回收回收，在这里的，这拿去丢掉，拿去丢掉。我好像刚好吸到一个重置石，我把它丢掉。真的有吸到？可惜哦。哈哈，好笑，欸、那塔不错啊，抓的太好了吧？对啊，超刚好哎、欸。为什么？他直接一个请你进去的入口。欢迎光临，进去就走了。奇怪了，我怎么会有 bug？ 为什么会家里附近会生？到底是不懂，真是不懂。表示这不是我们家，好吗？表示这就不是我们家，有没有？假的。不不。嗯。不假。怎么了？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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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要来打。困。你要打什么？我们要来一起混乱啊！老王胜出啊！你说混乱那个好啊？对啊。那你要不要借个狙击枪？吸引箭啊！我狙击枪啊！狙击呀！我看一下他到底长这样。啊，这个试不出来，不好意思，我去找一只其他的怪试一下。哇！你的调皮。这样我是不是要去拿我的弓出来啊？拿弓射他们。可以你射得到吗？不知道哎、欸，他们会避起来哦，而且其实弓箭的伤害好像还好，没那么高。看看有没有办法发挥出来，不然我这个强力十的弓都没在用哦。对啊，你之前的弓。对啊，我有强十弓。他人多是会越来越多个日，没有血量而已吧。血量厚，血量吧，然后 boss 会多，人数几个就几个这样。呵啊，啊你平台几家？我来气化埋，但是我试不太出来，他血太少了。直接上战场比较快啦，有没有？好啦，走啦。哎，团团，你有没有中介珍珠？中介珍珠，嗯，我有啊，爸，怎样？你就开局马上往中心点丢，东西都是你的。哦，你说先吸起来。好狠哦！可是这样小雨很难过，别好了。那是小雨啊，那是小雨啊，他是坚强的小，圣诞好火，不是你是坚强的小雨，我们不要跟哎，欸、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去拿珍珠跟他抢啊，你抢到之后，他还说，哎、欸，小雨那是我的那种感觉吗？对，没有小雨，我没去拿珍珠哦。我在这里等你。好了，不要拿他，反正等一下背起来根本就不知道怎样，乱七八糟。我直接用压力逼迫，我在这里哦。不是哦，我没拿哦。
嗯，所以你也不要回去拿、哦。来了，还有没有人要打、啊？我看，我看，阿旺去啊，阿友去啊。我副本已经打完了，我副本已经打完了。哦，我是在看戏的。校长试试看啊。校长要不要来玩？酱油不是要，酱油不是要。你们可以四人行啊，我们可以全部一起去。我们看看全部都是那个、啊。对啊。血超硬啊。但感觉超混乱的。啊，对，我换装备，我换装备。不用换了啦，真的。我攻击、啊，我这次都跑速装。哦，那你可以游得更快啊。你在空中可以飘得更快。对啊。更会飘哦。空中游泳。你的剑灵不会上启德漂移。OK，OK，OK， 开始。哦，好，大家各自。团团，你怎么不先站角落啊？站个位置。还是你要吸东吸东西？还要吸一下是不是？没有啦。那我也要吸一下。没有。没有。我没在客气的。没哎。我没在客气耶。我没在客气耶。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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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敢的。太重了。很不狠啊！光吸了两张，内鬼停止交易，停止交易，内鬼有内鬼。我为什么会打？就传十万格喽。内鬼，这个最内鬼。剑指有比较痛吗？剑指是，因为你会一直被打飞啊。哦。剑指有点微妙哎。我一直被自己的火焰剑指烧到。因为我是副本 boss。我还是用砍的好了。我也是用砍的。我拿的是哦，我拿到惨的。哎，我到底在哪、啊？不要再飞了，大哥。打地鼠，打地鼠。喂。哎，打到了。哦、啊！不要生气啊，蜜蜂。哎，反正我们这上根本就是打地鼠哎、欸。对啊，很开心啊。把他打下去，把他打下去。而且他有一秒的时间让我们打，对啊。真的。阿爷，去这个角角了，出事了。啊，你在我旁边哦，那我要打他。被打到角落就很痛苦哎，出不来，出不带来。反正是把他吸上来了。我在努力啊，在努力帮忙。哦，还是阿旺，你站快一点，你站快一点，就靠一下。别哭啊，哭啊！你要吸阿旺是不是？不吸。哎、欸，出事了！大口气，出事了！我去领个钱，等一下啊！刚是那个哎、欸，我刚打一下，然后我被吸了一下，然后突然就不见了。对对对对对，来给你啦！没事没事，不行，这个要给公私分明，还你。啊哈哈！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简直过不来呀！不是，为什么打到队友了？而且我打一打，打到荧光展示框跟铁针呢？为什么我可以这么那个啊？这么久？这么划水吗？哎，哈记，交出来！交什么东西？什么啥？交出来！哎，交出来！你知道的，交出来！你知道的。哎、欸，有三张哎、欸，你们有人捡走一张？没有，我其实捡走一张，我现在才发现。哈哈哈哈哈！还终于交出来哦！还没交出来，看到我跟你讲，因为这边有强律跟防爆，我就丢出来，反正看不出来，然后你们自己挑一张。自己挑一张，我自己捡到。交出来，我的自己收起来。两张强律干走，我打防爆。啊赚赚，不是我什么时候有捡到卷走了，我都没印象，你知道吗？嘿，然后他就偷偷跟你说，我刚刚后来发现我捡到的这张是强绿，只有他几名，好嘲讽，好惨，不素哎，没有任何黑箱，你最诚实了。最诚实的，哦，留下的都是泪。你是诚实的好哈基。对，22个戒符盒，哎、欸，这样可以11个，很乱赚的。对啊，哦，你22个，我在上面吸到2个，我这9个，我刚有吸到一个，我戒符盒的那个壳我一个都没吸到、欸，哎，好好笑，我好好，塞满了吗？我没有，我没塞满，但是我没吸到，没有捡、啊。好、啊，
哦，这么多东西吸到一个卷，没有吸到那个 Duke。对啊，我是这太扯了吧？你完美回避掉哎、欸，是开豆的啊？你是不是有开豆豆设定？是不是？好扯，好扯！把剑符和过滤掉。对、啊，我其实也没有排斥啦，我其实没有排斥啦，但多少种就是不给我，奇怪。啊哦，排戏人家。这纸尺到底是哪来的？真的很好笑。他就发法那边排泄啊。对啊，到底在搞啥？发发 baby 啊。那不知道，那尺到哪来？不知道。他说些奇怪的尺。都是不是从来被学来的吗？对啊。对啊。啊，一开始是说你们这边排泄我，就是排挤啦。对 对, 對，排挤。你们那边排泄别人这样子讲，我说哈。对啊。最近又多了很多新词，我记得之前也有聊过啊。这个嗯，到底是在讲什么？哦，是吗？哦，是吗？哦，是吗？然后就说对啦，对啦。还想野外鸡怎么会在这么近的地方出现？不太对，不太对，不太对。又是很高，出事了是不是？又高，151耶。我觉得他真的很像是有人传出去，然后结果生在其他人旁边。嗯，好奇怪，怪怪的。为什么？不知道。诶、欸，这个地方原本声音这么大声吗？什么？地底洞穴？那个上楼那边呢、啊？烽火台吗？这里一直有一个。烽火台啊，烽火台啊！真的吗？我以前怎么都没听到。一直以来都是啊，轰那种吗、嗯？对啊，超大声。对啊，烽火台啊。啊，烽火台有声音哦。有啊，有啊。你靠近烽火台，你尊重他，啊、刚刚他就尊重你。我刚刚就在想说他是什么声音。你是不是设定都被调掉了？之前有什么音量调掉？对啊，有机会哦。可是我一直都是设定音乐跟。唱片盒全部关掉了。你今天才意识到，对啊、我刚站在旁边，觉得怎么那么大声啊？到底是不是？哎，他的史诗级更新就是让烽火台声音变得更大声，因为大家都忽略它。这里有个烽火台，好没用的更新，没有事，而且好烦躁、我在这哦，我不想听烽火台的声音，我在这哦。我还在哦，是我啦，是我啦，我还在哦。都只有套一个台子，我说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要不要去录一个材质包？最烦躁。这不是有讲过吗？对啊，对啊。弄一个 Amigo 材质包。哦，有人冲装哦。冲起来，冲起来！只冲了一张，怎么停下来啦、啊？被发现了，赶快停手哦！为什么我的人工在找良辰吉时哦？嘿，是我的人工重置时为什么会有个耐久一？耐久一，耐久一，耐用耐用。我去楼上，我去楼上。对啊，人工重置时耐久一。你可以把它全部洗成重置时啊！你在那个旁边的。旁边按钮吧，你方块按一下就变成重置了。阿静看 啊，对耶，为什么？还有什么显示出来了？对不对？他的父母。对啊，父母，因为我要让他亮亮的，反光亮亮的。哦。为什么会跳出来了？啊，不就跟上次吗？椅子的马一样。怎么？对啊，跟椅子的马一样。他怎么变康了？他你怎么知道他的？为什么你们会知道？为什么？这个真的就是。妈的椅子不是这样，妈的椅子，椅子的马，椅子的马，不一样，你是在你是在偷骂一个人呐、啊？哎呀，你在臭哦，你在臭哦！你刚是不是听不小心提到那椅子？妈的椅子，妈的椅子，哎呦，怪怪的哦。哦，那个椅子哦，气！啊，好远哦，在我这吧。
哎呀，就在我这里。那我要去打一下好了。嗯，打团团吗？好。不行，你们之间的嗯，你要自己玩上去哦。这么低哦！哇，自己玩上去啊！想要的话自己上去吧。一定可以的，相信你自己。对，你不是有效率七稿吗？可以的。我你耶！哎呦，我遭到天谴了！哎呦，遭到天谴，掉到岩浆里了！哎呦，哎呦，你怎么又掉进岩浆里啊？我也不知道，我就掉下来了。今天很冷哦，今天确实有点冷吧？今天很热耶，有吗？看地区吧。今天白天超热，可是我们跟小雨没有离很远啊。对呀、啊，今天出超级大太阳哎、欸，我已经热到快死掉了。哦，我们这里没有，哦、这里飞过、中午的是太阳蛮大的，但是其他时候，对 啊中午的时候我昏掉了。你昏掉了？热昏了？没有，我还在不知道什么，今天睡超晚，超奇怪。还在冬眠。冬眠。熊会冬眠正常对吧？会啊，哦，可是我今天就是因为哈基不是早上回来嘛，啊，然后就是你回来的那个时候，我依稀有听到外面一直喵喵喵喵，这我回来的时候到了吧接我，你知道他是怎么迎接吗？他边走边喵，就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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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走过来，讨厌吧？骂你耶！啊，你现在才回家是不是啊？都不回家你的、啊，光棍店嘛，光棍店嘛。出去玩，去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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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害我都在想说害我在想说我是不是要让他看到人，然后我哥干脆开门让他进来我房间算了。后来想说算了，我要睡觉。天哪，陪你睡觉啊，继续玩啊。没有没有，我在那个、啊、睡觉前的就是那个就是晚上在用电脑的时光的时候，我是有把他弄到我房间来了。哦，对吧，然后他就没来叫。对啊，你就跟他促膝长谈啊。对啊，盖棉被盖棉被纯聊天。纯聊天。行，他会打我。今天你把他头套拿下来就打我，超凶的。因为你昨天不跟他聊天、啊。为什么哈基拿下来他打你？对啊，就很奇怪啊，把头套拿下来，然后他也会，他就会挥我拳。打错人了。很凶，一定是你没有跟他聊天，他很难过。你跟他陪的不够啦。对。哪有？我觉得我已经算是除了哈基以外算够多的人了吧。他们从来没有对我这样啊！他我这两天我都是摸他，他摸到一直蹭不停呢、欸。开心。不够。我现在还有维持，几乎每天都会去找他哎、欸。干嘛打卡？不够啦，不够啦。对啊，打卡。每天要找一下吗？对啊。我每天要截那个啊，每日好感度啊，要解锁。去按摩有没有啊？他搞不好就是够熟，所以才会打你啊，当自己人呢，有没有？嗯、他跟你说压低呀，压低呀，哎呀，哦，我管你无完无休啦，你是要摸阿久啦？然后最近真的是越来越，我大概都已经抓到他会出，就是如果出现在我房间，大概会去哪几个地方。他真的是一定会去抓衣柜，他一直想进去，真的就很。你不越不让他去的地方，他越没有。我跟你讲，是因为我之前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让他进去，就让他进去了一次之后就完了。啊，你看他就是啊，之前明明就可以，为什么现在不行？刷爆可以吧？是不是他有藏什么东西在里面？然后你现在都不让他进去了？他很着急啊，他是够的好生疏啊，他私房钱在里面呢、啊，你了解他的好奇心啊，够的好生疏，私房钱在里面，
听起来感觉很好。里面有什么哦？要不要把鱼竿藏在里面啊？他怎么不让我进去了？那个鸡肉块啊！我们好不是哎、欸，这样等一下会不会我房间出现老鼠、啊？这都是蚂蚁哦，蚂蚁老鼠。他下次会叫老鼠来跟你换，想要让他进去。那我会先把他赶。哈哈吓死！叼了一只老鼠，这个啦，跟那帮我开个门，这个给你啊！拜托啦，治好呢。啊，这老鼠我抓很久嘞，可以让我进去了吧？给他进去好了，给他进去好了。万一他进去抓老鼠嘞？哦，你说进去我房间抓老鼠，那抓给了他进不错啊！不太对哦。好像吧，西北拜。然后他第二个去的地方就会是我的床尾，他就会在床尾坐着，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固定就是在床尾那个地方啊。怎么对到岩浆里了？哦，我以前喜欢哦，以前很火热哦。一番，我也不知道哎、欸，你很喜欢岩浆哦。嗯，哎，会笑死。你说掉到岩浆啊？怎么一直掉下去？一直掉。不对呢，不对，你们下来干嘛？不对呢，不对呢，不对呢。雷蒙，怎么了？雷蒙怎么了？我在打这个遗迹啊，第二层跑到第一层了。哦，对啊。啊，吸下来啊，吸下来。通通吸下来。我在楼下换装哎，不对呢，怎么越来越多？不对呢。吸下来一起打。要不要快啊？那也是，我还没有那个吸吸吸的妆啊，吸吸妆吗？吸吸吸，你吸吸，嘿嘿，你不是嘿嘿嘿，居然知道我在说什么？是他上礼拜是这样唱的，对啊，他真的有耶啊，我说的都是耶吧，没有你真的是嘿嘿。要我帮你把音档丢到这边吗？我有那个你特别的音那个哦、喔，音效包哦、喔，剪了一个是不是？对，单纯的音效包。我觉得我音效包已经够多了。你很多啊。哦，水哦。我做太多切符了。你干嘛啦？可以拿去卖。你要盖家哦、喔。我就要十个戒符了，我也差不多，还好吧，我家里面就放六个在地上。对啊，我现在在整理啊，在整理装备，看哪些有适合的可以拿来合成的，拿来做戒符盒，统统拿去做戒符盒。水晶洞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对啊，嗯，对啊，很难找，挖不到。酱油手上拿的钻石不知道干什么，好恐怖哦！我在弄这把，弄我的剑。你又花了多少功德金？什么功德金？就是遗产啊，不是、啊，就是遗产，遗产。听起来越来越危险了哦，听起来越怪哦。你要想一下，活人还在这边哦，那个人还活着哦。这个人还活着、哦，团团的遗产啊，不是啊，他还活着。对啊，这样的话，应该是你的遗产才对吧？哎、欸，对，因为是在你那边啊。哦，哎、欸，挺有道理的。所以我要去把你杀掉，我就可以拿了。好喂，好耶！你这下次把他打死就可以继承吗？哎、欸啊，好耶！那我也要参加争夺。哎、欸，对，哎、欸，有点的讨伐任务，对不对？对，我也要。好嗨，好嗨哦！哦、你们这是上次陪我去晒太阳，然后我有大笔遗产，酱油晒太阳，哎呀，不小心把酱油推下去了。哎呀，啊，怎么这么不小心？哎、哇，真是命短的。哇、哎，酱、油，然后顺便签一下遗产继承。啊，那哎、欸，那个手指头给我。来盖一下，盖一下。那个手指头给我听起来。拇指就好，拇指就好，解锁指纹解锁。轻松高效之遗产争夺战，嗯，第一届轻松高效遗产争夺战，懂吗？第一届，对，听起来好像什么活动的名称啊。
听起来很有趣。对啊，报名报名，好不错哎。Play one，联谊的人有七人，究竟是谁嘞？啊，手机墙上。等一下一报完名就是说，来，你们把你们的钱全部交出来，这就是你们要争夺的人。哭了，我以为是别人的。所以这是，所以这是酱油游戏吗？酱油游戏，酱油游戏，迷死我，破六关，油酱游戏，油酱游戏，不是村庄，量子的游戏。村庄的猫咪长怎样？对，就小雨上次运的猫咪，后来有运到了。有啊，他回家了。上次有人有人帮忙。对耶，灵魂峡谷，嗯。是虎斑猫。把酱油遗产争夺战，还是八点档？哎，八点到十点。哈哈哈哈哈！这是八点档哎，很戏剧哦。哇塞，看懂呢。哦，那是不是要来？还会出现一些很八股的剧情？对、啊，你是说甩巴掌吗？之类的。还有出车祸，然后哎呦，失忆。是啊是啊。然后酱油的弟弟妹妹又来认亲之类的。你们不能拿这些遗产，我们是弟弟妹妹，我们也有份儿。说遗产，我最近有听到一个说什么，就是什么补习班学生要去争遗产。啊，补习班，就是他好像老师挂掉哇，这样争遗产，那关学生什么事？关学生什么事啊？我觉得很荒谬，我听到觉得超荒谬的，就是说不是什么有师生关系吗？那这样也算家属吧？三小龄，那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吗？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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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你是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真的要听想一下呢？你在凹啊，你在凹啊。啊，你怎么在？你在凹哎、欸。这个还要不要洗呀、啊？洗呀、啊。我看看。为什么不洗？你治疗攻击的，你还要洗下去哦？为什么不洗？洗能啊，洗啊，洗能呢、欸？提高啊，你就看有没有过半啊。我想要五条吧。你只是要洗能没差，就是把数值洗高的话可以啊，不要重置它了。没有，我们一律建议是重置死的。一律建议，给我帮你处理。这只哦，这只八八。八加八加。我叫爸，叫爸爸哦，哎、欸，叫爸爸。爸爸。爸爸，来告诉你。有过半，看你可以留。好，那有这个。看你啦，他应该是会留啦，看你啦。这个基本上你快要四分之三的攻击力了。好耶！哇、哦，好猛，好猛啊！好耶！好扯，好扯。希望他爆掉。我今天也摊了一个帽子，超爽的。他现在加八，我也不敢冲了。嗯，加八堪用。冲啊！加八强力了、啊，你有卷就可以，对啊，没有强力的 啊，没有、啊，你没有是不是？哎、没有早说嘛，不三张哦，我最乐意助人，你需不需要？你讲出了我们要强力买快乐，我要来买快乐，快乐由你发送，没错，等一下我要来买快乐，快乐，那么快乐啦。哎、欸，自己讲说没强力的，让你讲都说出来了。对，他是长腿叔叔。我先记一下我的坐标，我等等就过去哈。只要一讲出我没有强力，你要么就是今天最大赢家，不然就是今天最大的笑柄。来，加油！啊，你在这啊？来来来来，你先坐上等我。没啦，加八堪用的啦。没有没有，够不够？不行不行，你先上去等等。你再等等，给你个选择，免费的强率，或是给我们砍一下。出你的遗产，每天砍一下。还是就是隐约下次看到，每次看到你都会打你一下。对。提醒你一下。哎、欸，那个强力要不要冲啊？强力的诅咒。强力要不要冲？
冲了啊，该冲了吧，强绿、欸。强绿不好获得哦，强绿的诅咒。我是觉得你想一下啦，你想想啦，你要不要？他说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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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好。我觉得这样好像是那种什么新型的那种 SCP 有没有？当你说你没有强绿的时候，他就会出现，问你要不要。他就在旁边。如果你拒绝的话，他接下来就会不断的出现在你面前，然后偷偷打你一下。你真的不要吗？强绿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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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来吧。他是强绿杀人魔吗？我是不是又推坑成功了？是，来来来，他脑波弱，脑波弱。强绿的快乐。啊，你这强绿，不是还不是推销，你是武力胁迫。太多了，让我出来了。哎呦，不是你哦，有哎、欸，脚大成功就直接死了哎、欸。哇、哦，还有再来一张。对，太强了。哇、哦，你是快乐的，你是最大赢家耶，你是最大赢家哎、欸。你赶快去磨他的，磨他的。不好看，不好看。要约约说我不是要看、這個，磨下去搞不好就好看。我看错东西，我不是要这个。我们要看的不是这个。我失败，坑到自己了。大家不喜欢，退钱。你要。你还要掠夺、哦，掠夺可以可以到、那個。好，掠夺来掠夺，掠好掠下去，掠下去。三还多少？掠夺可以到三就好吧？不行，可以啊，不行。你掠就是掠死好不好？你为什么要问呢？不行。他可以放到四的、啊。修补。你知道掠？你知道掠死这个选项？他修补降到25，他是不是该买？太贵了吧。你没有强化、欸，你没有强化，你强化充血了啦，充血你居然没有先充，你要哪一种？你要70还是30？我都有。你要70还是30？要赌就是30了啦。更多的快乐。我觉得70就够了啦。你选啦，没有人在70的啦。没有，对啊，没有人在。你想一下，你想要70全过才加10攻，是不是？你30%只要过4张，好不好？4张就已经超过了12，也要过、啊、多2点攻击可以。你今天是好运酱油好吗？你看你过了，对啊，你过2个哎、欸，哇！加油加油加油！来来来来来，你自己选择，你自己选择，我2种都给你10张。阿爸，你给我给你吧，我看我拿捡到哪一个。好，那你混着给我，然后捡了20张，混着捡20张。你给我左右，我看我捡到哪一个。两个都丢8张啦，来啦，各丢8张。还有这里，这个跟这个选一个，嗯、这个，哎呀，金石可以啦，啊，哎，我是拿错了，拿错了啦，我觉得你要收回去重来，对呀、啊，两头都丢了，我刚刚这个是生命啊，拿错了，拿错了，啊，真的吗？真的真的真的，观众可以作证，观众可以作证，我拿错了。我去拿一下，我去拿一下，攻击攻击攻击、哎！我怎么觉得我现在好像脑波很弱啊？没有啦，没有啊，脑波最强的，你是最强的哎、欸，对啊，最强的、欸，怎么会呢？哎、欸，我问一下、喔，往中介的路是不是好了？好了，好了，好，我需要。可是那个龙好像也没打，不是吗？我要一点点珍珠。那一节的龙，那个珍珠跟烈焰粉那个还没弄啊，中介之眼。没事没事，哦，有事有事啊！中介之眼吗？对呀、啊，要12个那个、啊、哦，再开眼才能开那边的。那还是谁那有珍珠？我箱子应该有。好，没有的话我去打酱油。嘿，我说打酱，我被打死了。他怎么阿旺死了？好，我去打酱油的话，我死。为什么？好像不太对，好像不太对。我刚好被吃阿酱了。啊，那可以，我死了啦，可以了啦。我是说打酱油，又不是要打你。我突然发现，我是不是不能去合成那个什么呀、啊？那个什么、啊？那个修补啦？为什么？修补可以，你不能合成锋利或是不死克星之类的。哦，所以我现在去合成修补的话，它还是有修补。可以啊，而且你也可以直接用强工匠台去强化啊。对啊，工匠台的修补是不会坏掉的吧？是啊，来先看看。你有个强绿的话，基本上就是100%对的
修补了。你是没强率，没关系，那个不用强率不会爆。那个不用强力不会爆啊，没差。对，他只有25%。你顶过就好了。那只是数字，加强力卷就好了。对，强力是绝对过啦、啊。那个只是数字。我来一次失败。哎，是。我要去到那个啊。你用你的塔。三次失败。没钻石，我要去哪？怎么了？那你叫我等一下，叫我等一下。啊？你在哪里？我 在下面，我要去灵魂幽谷啊！我去拿钻石，等我。啊，只有九张，攻30%攻击啦，那好像有点多了啦。九张差一张，等一下我补一张70%的给你啦。如果你抽到他的话，我好像等我一下，我这边也有啦，我这边 也有。来了，三十是不是、啊？等一下，等一下，魔法，我希望不要是经验值了。那应该就是没事啦，那绝对不会是，不要这么想，好吗？我也是希望是啦，不然今天都不好看，没有精华可以捡、啊。有啦有啦，今天有前面的那个接福棒。加油！你要主手还是那个副手？嗯，主手。主手？那、啊、主手是啥？啊，你要这个、哦？哇，这个啦！啊，这个很嗨耶！哈，这是什么？这么嗨？这个很嗨耶，你确定？你再想一下、啊，你再想一下。你确定？啊，主手啦，主手啦，主手，好啦好啦，主手啦！哎呦，抱歉啊！你讨厌，你手我，抱歉。可是主手你最多就冲加十而已，哎呀，可以的啦。你要极致攻击力啊，对不对？已经在加了，我已经在加了。你看，这是没有过，没有过，又没过。没有过，成功。对，亏了，亏了，成功。耶、yeah ，失败。哇，70%还能失败。真的，真的，剩一张。你现在加几啊？我现在剩最后一张。加几啊？你现在剑加几啊？加七。哦，标准值。標準那个失败，我下最后一张又失败。哈哈哈！预言家哎！哇，预言家！哇，这是完全的标准值哎！不错啦，标准值不错啦，至少没冲烂呢。嗯，是啦，堪用堪用堪用，还可以用呢、啊，修补，给不给过啊？接下来你那个弄好就是魔化了哦。对呀、啊，究竟今天能不能开开心心呢？给不给过啊？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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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是魔化了，究竟今天的开心究竟是在这里呢？那我要下去拿魔石。不要啊！哎、欸，我怎么下不去了？哦，下去了。那个，那个，那个卡了一下。二次回响第二下有效果。哎，会是抗性石。哦。啊？观众在提说二次回响有什么方向可以强化？哦、有人说。第二下的话，给个药水效果，因为触发二次回响的时候，第二就是给个药水效果，然后砍两下，就可能短时间的几秒钟的一个药水。我突然类似暴击吗？对，类似、力量啊，就第二下会砍更痛一点之类的，或是抗性啊，被打会比较弹一点。他模式放哪边啊？锻造台啊？潜能、先祈祷一下。就哎、欸，等一下，你有一个数值很低耶、欸。哪一个？有一个，可是它加起来是过半的啦，就看他要不要洗而已。你要洗吗？我洗一洗以后全。我是觉得可以留啦，我会留啦。
我如果是我会想要全部都是你说平均上去就是上去对平均都一半这样就不会标一个特别低如果是我啦没人看酱油你自己怎么想你看你自己想看你啦看你啦没事啦杰克想法是说可以杰克这个想法是可以我的话会再洗一下我没有洗人死了 他已经没救了那就不用想了就免想啊免想啊没救了没有，我是相信你的、啊、魔石，不要让我失望。魔，一击率掉钻石，哇，好像还可以耶、欸，好像还不错、欸，哇，还不过那真的很低几率啦，我就不如小补啊。对啊，你还是砍怪哦、喔，你还是砍东西哦、喔。一直打怪了，赶快去砍，你就住在那个我们地下墓穴了。哈哈哈哈哈！当你们都在挖的时候，我在那边砍。中间我应该一下就死了吧，感觉就是那个啊，对吧、啊？这感觉应该一下就死翘翘，要去帮忙打那个吧，上面的东西。嗯，不用吧？你如果伤害够高，也不用吧？哦、你就直接砍他本人，就等他降落的时候直接把他揍爆就好了。也是可以啊，我试看看好了啦，等他下来的时候直接揍爆他，这么直接揍，可以吧？反正不要让他回，他没有飞上去就不会回血啊。欸、我们试看看能不能接受。他出的是之前的，龙、哦、龙不见了，他已经死了。那边还有那个中间，他是传之前的、哦，之前我们用的那边旧的那个。好恶心的按钮啊！好多按钮，好多按钮，好恶心，好恶心，好恶心。又为了传送中那个接福棒的。对啊，我有那个接福棒。我可不可以把它全部挖掉？好好恶心、啊。可以啊，你可以把它挖掉。我受不了了。啊！挖掉！你要全挖哦，挖下面就好了。哎、啊，那个任务已经完了，没差、嗯。那你等一下把地板铺平哦。对啊。再说啊！校长说的哦。哎、欸，多打一点，多打一点那个珍珠给我。珍珠是吧？嗯、你的那个塔还在不在啊？在啊，在一定在啊，是在的，一定在啊。那边的塔应该有一堆珍珠。哇、哦，地狱的更深也太恐怖了吧！还有风声，那风声，哦，这里箱子的东西还在哎、欸，对啊，古老遗迹的那个旧版的剑哎、欸，哦，古董古董。啊哭啊！亮鞋，你这边的凋零怪也还在、欸，是吧、啊？那是花吧？做凋零花了不是吗？对对对对对对。哦，我礼拜六那天做了一个很荒唐的梦。嗯，很夸张。我梦到我去参加一个那种泳池派对，就他是办在。办在那种像那种度假村的那种超大泳池，然后中间还有那种舞台，有人在唱歌这样。嗯，然后我就走在旁边，然后就前面就突然出现一个女士，嗯、然后她就走到我面前，好像要讲什么，可是她又欲言又止，就是好像要讲都不讲。然后我就直接就问她说：“不好意思，请问你有什么事吗？”然后她就看我，然后说：“啊，那个。”那个我是允月的妈妈啦，我说允月妈妈，对，怎么会？然后他就说那个啦，我要问你一件事，我说嘿，你说，然后他就说你你是不是在跟允月交往啊？是，我想说哈，对，不是，我超傻眼的，然后我也傻眼了，我还不知道。我还要正要回答的时候，他就说啊没有啦，我只是想要了解一下，我没有想要怎么样啦，我没有要那个啊，我只是问一下，关心一下而已的。到底是什么超荒唐的故事剧情？超荒唐哎！然后我说没有啦，我没有在跟别人交往了，我有男朋友了啦。后面中间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是完全不知道中间是怎样，然后突然。就是一个转场，然后我就跟允月妈妈，然后还有白竹，我们三个就坐下来，好像要聊天一样。干嘛？干嘛？你怎么了？就想说，
哇塞，这个场合也太尴尬了吧！不是，我就看你说我场，那我就看一下白猪，我想说白猪已经尴尬了不行，然后我想说，哦白白猪你要不要去买个东西吃好了，我们一边吃一边聊。然后我就跟白猪说，白猪你去那个旁边那个度假村那边，他都有麦当劳。然后我真的是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会讲接下来的话。什么是麦当劳？就是没有麦当劳。然后你就看看这礼拜。好像有活动，好像跟杰克有联动，跟杰克，为什么跟我联动？你要接什么？我就说联动，我有出周边，我说你看他的周边是什么？为什么？到底是啊？我超平淡在讲这些话，我回想起来，我说到底我在讲什么？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然后还没完，不还没完，然后白猪就走了。然后我真的是，我接下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在跟云月妈妈解释你们在直播的时候有一些 CP 的东西。我跟云月妈妈说没有啦，那些都只是节目效果，你不要当真的。超级在解释，我的天哪！然后正当云月妈妈要讲要回话的时候，我就突然醒了。Oh my god！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傻眼了。你们两个是不是最近都被传，然后你就梦中就跑出这奇怪的梦太荒唐了，好搞笑、哦，太夸张了，好好笑，超荒唐的。欸、不是杰克，你什么时候联动要讲一下啊？我也不清楚联动了什么，你知道吗？而且跟麦当劳，我怕联动奇怪的东西、欸。对啊，跟麦当劳哎、欸，很强哎、欸。麦当劳甜心卡印着你的脸啊！我只怕是什么魔法少女在上面而已啦。很猛哎、欸！哎、欸，他进你好聪明哦，用水。观众讲的。都大按钮哦。对啊，对啊，我还在那边挖老半天，白痴。那你们可以用水直接倒掉。对啊。我觉得自从阿旺讲了这个梦之后，应该会很精彩。对。哎。我没差。我没差。第一批诞生了。哇，游戏第一批耶！吃吃吃，然后天狗吃月，什么东西？天狗吃月，第一名哎，好像很厉害哎、欸！哇哇，该写文了吧？我知道下一集那个繁星的进化叫什么？那个标题叫什么？那什么？天狗吃月，就日食啊，就日食啊。啊，只要简称日食 CP， 就是谁这个谁跟谁知道了。月食啊，不是日食啊，不是月食，月食吧？日食很，日食是另一个吧？谁是太阳？谁是太阳？对啊，谁是太阳？哪个太阳被吃了？哇！好暗，第四取二之后又介入一名小三，第四取二，笑死，意想不到，真的是想不到啊！你的梦，我也真是没有想到啊！忽然就 CP 乱炖了，太神秘了。哇，我真的很久没有做到会直接让我笑出来的梦了。哎，这真是，如果我一醒来，我一定会想说，这是什么意思？到底是太荒唐？对。啊，那我比较好奇，我比较好奇的是，你有跟白猪讲这个梦吗？他的反应有啊，我跟他讲啊，我就感觉他的反应很白痴。啊，好，你们两个是不是最近玩戏玩很多啊？啊！完蛋了。好了，要解释了。完了，月月觉得困扰，赶快写一篇作文解释吧。你说到这个梦，让我想到很久之前，我到现在还记得。我记得我那时候梦到两个，
就是我梦到我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两个男生在床上做不可告人的事情，然后他们就看我，我也看他们，我就跟他们说不要在意我啦，你们继续。干嘛杀我？不要在意，不要在意，奇怪。然后他们就哦。然后我就醒了。哦，到底是这个？哦哟，完全不知道是怎样，好怪的。我真的有遇过，就是人家就是，你知道我以前是做麦当劳外送，嗯，然后有时候送就是送那种汽车旅馆的。我记得我之前就有讲过，就是好像有印象。对，就直接我都已经送进去了，都门都打开了。其中一对情侣可能停了，然后在旁边跟我取餐，另一对还在嗯耶，哦耶，哦耶，好嗨啊，超尴尬的，你知道吗？嗨哦，宋没揪你一起去吧？哦不，我在上班哦，不好意思，等我下班。等我下班吗？先不要，先不要。卫生。你们有没有打算把自己做到一些奇怪的梦，把它写下来？我没办法。我之前有一个，我就有把它写下来。就是类似像我之前都有一个blog， 就是全部写我之前奇怪的梦，然后现在回去看都觉得，靠，我之前怎么会做那种奇怪的梦？有啊，我们现在用不是写的方式啊，我们现在是用影片啊。对，我们用影片啊，用起来。对吧、啊？我们现在都是直接用讲。我是都写在 FB 上。可是我没有办法，我早上醒来一两分钟就全部忘光光了啊！那代表说你还没有梦到那个真的会让你印象深刻。对啊，嗯、你梦到很精彩的，你就一醒来就、不行不行，我需要把它记下来。你看看今天梦不梦到阿旺啊？对啊，不会，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啦。也还是不会，是不是？然后结果是阿旺的爸爸，有没有？哎呦！哎呦！哎呦！说不定你会接着梦啊，接着你就梦到那个你妈跟你说，哎、欸，你要不要老实告诉我你跟阿旺的关系？太困扰了吧，这种梦还有连续，是不是？而且还可以连到别人身上，有没有？我会想办法马上自己把它扯起来。你可不可以先打电话跟你妈说，跟你妈讲一下，不要乱录别人的梦啊？没有，那这样的话你要随身携带刀啊，然后你就要在梦中切切。哎呦，要切了！哎呦，我这是现实标签，快醒来！对呢，醒来！你这个一切错，就真的是直接本人去乱录他的梦。本人乱录。好笑啊！哈基，我又有44个哎、欸，你有40个？那个水晶碎片啊。哦，你很会找呢，你好会哦，很会呢，会哦，你怎么那么会找哦？可是我找到那个就只有一个哎、欸，其他都还没长大，哇、哦，好臭哦，好臭哦，好臭，好臭，好臭，我是水晶臭哎、欸，我要找你吗？你在哪里、啊？我直接写那个上面那个更新就可以直接拿了，好啊，写在哪里啊？等我一下下，就是家里楼上那个不是有一个更新台？哦，那边直接哦，好，拜。直接刷新了，哦、还没写好啦，等马上写好。哎，你等一下，你站这边不要动一下。啊？还在对我哈气，你叫我不要动。你先不要动吧，我要把它带回来啊！啊我姐，他哈气你吗？他是透明吗？对啊。等一下，他怎么？他的姿势跟村民有点怪怪的、啊，他在躺在床上，很可爱。哦，哎，哎呦，哎，没有我把床弄掉，不然他传不回家。等一下、哦，好，哎，好了，好，谢谢你，你可以走了。没利用价值了，你没利用了，你没利用了，没用。放生，放生，放生。路过了，没利用完就丢了。有谁比较有空要喊人来的？然后就什么他就传过来了。我只是要回家。就是你，就是你站住，就是你不准动。我只是想回家，错了。你像宝可梦训练家，然后遇到那个人，有没有？进号了，把他拦下来。拦起。给嘞嘞，也可以把他推回家。我
要不要讲一下你那个、啊、早上那个事情？早上那个？他被那个啊西瓜哥哥打、啊，哦、不西瓜、啊、那个、啊、那香蕉哥哥。是我昨天我是宝可梦游戏啊，然后有没有个 NPC？ 通常就是你应该不会早晨在玩宝可梦啦，就是通常我们玩的时间都在可能早下午啊或晚上嘛。然后有一个 NPC 哦，你正常就是下午晚上跟他对话就很正常，然后跟你说慢跑多么有趣之类的、啊。然后我就因为就是昨天睡不着，然后吃完东西睡不着，然后我就半夜四点还在玩，然后好像游戏时间已经判定为是清晨。然后就被怼了，你被打了、哦，他我被那两个 NPC 打了，他被晨跑，就慢跑 NPC， 对对对，他好酷哦，因为正常他不会打人，那在早晨的时候，我心情很好，我想打人，他不是心情好，他起床气吧，他超气的，起床气，他起床气吧，见人就打哎，我说见人就打哇。骗人打，骗人打，很酷哎、欸！起床大爆是啊，就这一代好像也有很多，像是什么后花园的，是后花园吧？有警卫哦，后院的那个门前晚上会有警卫，早上不会有警卫哦。对，很奇妙。你走进去，那警卫把你拦下来说：“这个人看起来诡异哦。”然后给你战斗。对，然后战斗是哦，看错了。讲说战斗完的那个。正当警察说的话不是超好的、哦、我看错了啦哦对我看错了啦对不起的应该是我误会了瞬间变超闹的打输就惨前面的可疑人物不要给我动一打输直接变超闹你就想象一下一个半夜警察拦截然后他把人拦下来被暴揍了一顿就把他放走了对不起啦对不起啦我没事了没事了你走吧你走你走你走哎呦哎呦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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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危险、啊。我的高空作业会有隐忧鱼在杀人，等一下。哈哈哈。一、哦。左边是装备的基地吗？一定会变成那个材质吗？还是叫二分之一？应该是左边的啊。基地是左边的。等一下，我还没盖好，因为等一下，等一下，你要非要讲，你看你看你，你看你又不讲了，校长，不讲了，校长，你等下诅咒发动怎么办？你要被揍，不要怪人哦。对呀、啊，危险啦，我讲了，不要，你拿来晚了。我可以申请穿鸡眼吗？穿鸡眼，对啊，因为不然每次上来都要丢珍珠，所以我刚刚才会说，我这边可能会需要大量珍珠，就是从鸡眼上来啦、哦。珍珠的话，这个发射器里一大堆。好，那就每次要来打光碟的话，嗯，啊，他继续说啥？你还是用珍珠好了。好啊。哦，所以这样子利用这样才会升那个EOE。对啊，然后我还要回去拿柏林，等我啊，不行，要下个礼拜了。应该不会，应该不会重置吧？我盖了一个小时了。先备份哦，哭出来了。等一下，赶快关台，先备份一下。对啊，现在都有备份，现在有备份啊。开到一半还是会升呢、欸，你可以先东飞飞西飞飞啊，我先回家，你在那边飞。哎、欸，你身上有珍珠吗？有啊。好啊，给我这样，我回去用。不是这个珍珠，这是眼，不是珍珠。他自己都还没签乐透啊？欸、对你好像还没有哎、欸，我有略过十五号没有签。嗯，我来了。我就偷点一下十五号有
你是不是还没啊？然后再走到前面把书放回去。好像也刚好要签这个呢、啊。你是还没、哎、啊？你是不是要签这一个？你不小心按太快了，对不起。忘记的。哦，太塞啦，抢到你的号咯，真的不好意思哦。放心啦，不会中啦，然后就中了。走这件事情好像曾经发生过。嗯，有吗？有啊，很常发生在酱油身上。很常吧？你抢了我们几次？你看看那个九号，啊，你有吗？啊，你有吗？买了买了。你上礼拜、上上礼拜也抢。没事、啊，上礼拜没中啊。上礼拜没人中啊。对了，没事，有中才有隐名怨哦。是啦，曾经有人抽到九号中的嘛，都不对，没事啦。啊，有任何民怨的话，校长看不到。好，没事。好，校长表示。校长，请按 F 一。F 一啊，没问题，没问题。看不到名字，不知道是谁。啊，时间好快哦。嗯。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对啊。对。嗯。都被整理完，但是还是不知道要喝什么。喝喝喝，青菜盒。真的是真的好缺哦。如果要是对啊，嗯，所以我现在就是想办法多挖一点水晶。哦，你说用那个潜能晶石去刷？对啊，嗯，对啊，能这样子的、啊哦。所以因为刚刚两个小时也都在找水晶洞。没有啊，我在找黄金啊，我挖了四组的黄金回来。嗯、黄金？他可能要动力铁轨，就让他随机掉的啊，对。对啊，对啊，黄金啊，黄金要你挖，哦、它也会掉金石啊。哦哦，万来如此，这才是最原始的获取方式好吗？你那个什么讲的、啊？黄金。我没有挖过黄金呢、欸，那是运气，我那是运气流啊，因为那个洞真的很难挖而已，我挖了这么久，就一个。哇，原来黄金会有哦，奇怪，我好像都没有挖黄金挖到。哎呀，我都不知道、欸。没有没有，因为我黄金都直接换钻石了，我都没有把它挖开。哇哇，很亏耶、欸，直接换钻石。后来这样很亏、欸。看他是缺钱还是缺？可是我觉得，如果金石开到玉髓，然后去换钱还更多。对啊，玉髓几个可以换钱、哦？看一下，马上去看。一个玉髓一定换40个。啊，真的呢，赚烂，赚烂呢。所以你之前亏烂。真的呢。我看一下，嘿，我钓竿。一二三四五七八，八条里面有五条是攻击，出个四条不为过吧？难说，然后一条不好说，嗯，难说，八条会出四个、嗯，那里面有五个，八分之五，我看你是没有宝可梦你最惨哦，最惨的话会剩两个哦，你想一下、哦，我看你是数学老师哦，啊、怕怕的，你现在想一下嘛，升宝可梦六 V 跟嘿，对呀、啊，你到底是要炸成功还是炸失败？我刚刚七个出两个攻击哦，你参考看看哦。对啊，你要想一下把它补满呢。要真能一下，真能补一下啊，多个抽奖几率。不要，贵死。还是拒绝的。嗯。好，去吧。冲啊！一条攻击力，噼里啪啦砰，三条，哎，好了，差不多啊。那有增加吗？还是减少了？跟你原本比的话，嗯，减少了。哇，亏哇！这原本是四条攻击力，原本是一个帽子是三加两条随机的，然后另一个是一加两条随机，哎、欸，一条是吗？忘了。因为你现在综合下来嘛，你现在还有一个格子可以去增人啊，要不要增上去是攻击嘛，对不对？要这样想。嗯。哦，哎、欸，对耶，哦，对。哇，好乐观哦。这是蛮乐观的啦。好乐观的。正向一下，正向一下。梦最美，对。
我刚是五五，然后一边是三，然后最后出来四条的。嗯。两个攻击力的。我都是丢歪了。啊，丢歪了。掉地上，他在那边转转转。No。哎，十点了，开奖喽！开啊！究竟是谁呢？开奖，开奖，开奖，开奖！是谁？没人中奖，三个没人中奖，连三共哎，是不是要满了呢？要满了呢？那下一个很爽哦！哇，要不要把它换成砖了？可以感觉。感觉再塞就可以变砖了。对啊，这边放个香草了。那我要偷看，看一下下一次的料子哦。对啊，哦，哇，哇，三次哦，一个封面接个封面。对啊，三次共估。哦，连三共哦，共共共，长共共，共共共，共共共。哎呀，这我真的是庞共共哎，真的。该是我的吧？哇！还在共共共哎，共共共，对你真的是共共共哎。不是有人就说每次的轻松都会一个共到底，不是吗？对啊，看来是你了啊！今年是不是就我了？今年也快过了，剩下几次？四次还五次？四次，共到底，共到底。啊、很开心，很开心，好不好？开开心心，开开心。Yeah, 下课了，耶、yeah ！共到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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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到什么时候？共到底。好啦，结束啦，好累啊。哎、欸，那个效率，我想说很差，结果好像还没盖完就这样子。期待盖完之后的样子。好啦，等一下之下吧，我还在慢慢赚钱什么的。这样，感谢各位，到十点而已。我看一下哦，那个谁在开台，可以过去看一下。有许，可以开。你。来，走，我们去小雪台，还在玩珍珠钻石，啊、嗯，可是那个那天在我台那个小雪那个 B， 嗯，他在玩珍珠钻石，可以过去。